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，我是陈瑞进。今天的大盘指数有没有大涨上来？有，对不对？哦，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想想看呐、啊，当时候8月14号啊，大盘指数啊，哇，杀下来啊，因为北韩啊的一个川普跟金正恩啊，两大狂人在那边呐 啊互呛啊。啊，一副准备好像要开战的一个样子啊！当时候指数来到啊10225点的一个时候啊，哇，市场上啊好多的一个专家看空看多的人啊，在这个时候啊也怎么样也摇摆不定嘛，哦，纷纷叫你啊把股票给他怎样卖光光，卖在不该卖的一个地方啊啊！只有陈老师我。哦，我敢告诉你，我说急跌过后必有反弹嘛。我告诉你说，八月份的一个大震荡，哦，就是看中小型股的一个表现。九月准备起攻大涨，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盘指数有没有大涨上来？有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不是完全都在我们的一个规划跟掌握之中？今天来到了10515点之后，后市行情怎么看？很简单嘛，下礼拜再站前高嘛。下礼拜再站前高之后。虽然短线 maybe 可能会有震荡，但是我还是告诉你，后市的一个行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看到7月份的出口值已经怎么样，连12红嘛，连增 10.5%嘛。8月份预期还会怎么样，连13红。而且更漂亮的是什么？这一次苹果的一个怎样拉货的高峰是在啊苹果发表哦，预计苹果在9月12号发表嘛。苹果的一个发表之后，整个的一个拉货的一个高峰才会怎么样，才会正式开始启动嘛。所以为什么说后面的一个行情还会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啊？那么后面行情还会非常的一个精彩啊？那么到底后市的一个行情下一阶段的一个目标价会看哪边？上一次8月6号的一个时候演讲会场上啊。啊，当时候你有来会场的一个投资朋友也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嘛。你可以看到老师跟他说过第一阶段的目标价到多少 ?10608, 对不对？结果最高来到 10619, 啊就怎么样开始做震荡嘛。那么这一次目标价会到哪边？有没有机会再干11000甚至12000呢？来，在明天这一场的一个演讲会哦，老师来告诉你，老师直接算给你看。如果你想要掌握接下来一多一空的一个大行情的一个投资朋友，你想赚大的，你就来这一场演讲会，你就来哦。再来个股方面啊，哇，你看档档股票哦，都是从低档哦，带着会员朋友这样一路的一个赚上来嘛。哦，你可以看到在低档的一个时候，市场上有谁敢告诉你？在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买点，相信只有我们嘛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有长期锁定我们的一个节目，我相信你很清楚嘛。当时候4月19号百元附近啊，带着全国会员朋友就是重压，我相信证据理由会说话啊，含全息啊，啊，还原全息等于成本相当92块，今天再创新高，这样多少？这样五成呢，100万就是50万啊，而且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，不是说我们抱一支股票，哇，抱一年，抱两年，没，才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嘛，哦，当然现在不是叫你去追高，哦，但是下一档什么时候可以买？来演讲会我会来告诉你哈，包含 GIS 的业程也是一样，也是我们一路持续的一个锁定的一个股票，你看都是在低档的时候，低档市场上没有人告诉你的一个时候，我们领先市场带着一个人，会员朋友一路的一个重压。一路重压赚上来啊、哦！你可以看到一张价差125块，十丢到哪嘴，125万，而且它都还没有结束哦，都还没有结束哦，你都看到了哦，包括立三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看到嘛。当时候啊，在22块的一个时候啊，75谁敢告诉你这个时候可以大买特买？我相信只有我们嘛，哦，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嘛。在低档买，你才能够买到安心，抱得放心，而且怎么样，赚得开开心心嘛。到昨天再赚36.2块的一个新高为止，这样一档大涨 64.5%， 对吧？你只要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，你看你这样赚上来，这样多少？哎，这样已经都超过五成了，两趟价差超过五成了呢，哈。那当然了，这种股票它大涨上来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它还 maybe 还有再怎么样，
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，但是现在老师也不会叫你说去追踪股票嘛，因为老师还有更好更棒的股票在明天演讲会会跟大家来做分享，包括的一个亚光也是一样嘛，你看现在市场上来的人都告诉你亚光好，亚光棒，我知道嘛，当然亚光好亚光棒嘛，涨上来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好嘛，但是市场上哎，谁啊在低档的时候啊哎，就领先市场带着一个怎样，带着一个会员开始布局的，你看一月嘞，一月十七号呢，一月十七号呢，一月十七号，我们不要讲一月十七号了，在七月二十八号当天呢、啊，收在64.7啊，七月三十号啊，礼拜天，《工商时报》老师就不啰嗦，直接怎样公开分享哦，直接怎么样公开跟大家做分享嘛？你可以看到，光是这样一波上来就是怎样，短短呐、啊、一个月左右时间就是一倍嘛。但是很多人，你看现在很多人告诉你讲亚光啦、啊，哦，当然亚光最近最标，我知道啊。他开始讲亚光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吹捧我们股票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哎，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。这个时候你再去追，你当然风险很大了嘛。哦，你看好多人都开始在追捧的时候，亚光今天你看扑通扑通跌停板，情何以堪？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啊？老师告诉你的，七月三十号有没有证据理由会说话嘛？包括什么创意也是一样啊。哇，现在好多人也跟你讲创意嘛，创意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带会员朋友开始锁定五月啊，那当时还在一百出头的时候嘛，就以这一波段来说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看证据理由都在这边嘛，哦，七月十二号证据理由都在这边嘛，哦，今天涨停板，我相信市场上一定很多人都会拿出来跟你讲嘛，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赢家是要在什么时候，在低档你就要懂得布局嘛。那么未来还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股票？当然还有嘛，你可以看到，包括的一个什么，上天有好生之的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，低档你没有买没有关系嘛，8月21号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买？有没有？哦，为什么上天有好生之的？你看今天在创新高，哦，自动化渗透率攀升，哦，预计今年可以攀升到40%，毛利率哦，预计可以今年可以怎么样，大幅增加超过10%。毛利率攀升，获利率是不是会跟着的一个拉高，包括着它的高阶的一个新产品下半年才要开始进行出货嘛，你看老师都是第一时间跟他做分享啊，今天好生之等，你看在短短几天的时间输 5.28， 你也都见证到了嘛，包括神盾，你看神盾也是一样嘛，哦，当然啦、啊、什么在这个地方啊、哦、当然一张价差55块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怎么样价差操作，哦，你是会员朋友你就知道，但是谁在第一时间点时间点就能够领先市场，带着会员朋友来布局，我相信证据理由会说话，我相信你非常非常的一个清楚嘛，对吧，赚钱就是要这样子来赚的嘛。那么还有没有像啊台骏，像 GIS 啊，或者像立山啊，亚光啊，甚至创意啊，像这类的一个股票啊，一波大涨上来就能够啊开心大赚50%，开心大赚一倍的一个股票，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有没有？当然有的、啊、你来看我跟大家说过的华英雄嘛，华英雄嘛还在低档，还在低档、哦、你可以看到最近开始大涨上来了 哦， 哦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哦，才刚刚开始哦，如果你想要赚标股想要把握的人你就来，包括什么味味一品牛肉面，哇，这种牛肉面真的很好吃，哇，今天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买点哦，你可以看到早盘压下来就马上怎么样，马上收上来哦，礼拜一礼拜二又将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，这是哪一档，来明天这场演讲会你就要把握哦，小股当道暴利的一个机会哦，下一档哦，还有哪些的股票能有在大涨50%甚至一倍的大标股，来现场老师直接跟你做分享哦，现场老师直接送给你啦哦，这么好赚的机会，这么难得的一个怎样的一个行情，你如果说你再不赚，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如果你再不赚的话，真正是会堆心肝啦。那么要怎么样赚？你想要赚标股，你就来哦，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话23219933，23219933。跟我们的一个线算的一个理专人员来做好预约报名的一个动作。最后祝大家操盘顺利，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咯，拜拜。
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